今天收拾仓库，收拾出来一套建五的啊，一共是五层，但是这个没有包装了，这有包装，来我们看一下，泡沫还有，刚才我拿出来了，啊，整体成色还行，看见没，铁子们，还可以，现在把它组装完成啊，现在这一套进口的建五。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，组装好了。低音炮两个环绕，主音箱两个，然后再加五层主机。唯一可惜的就是啥？我其中有一只音箱有点磕碰，看见没有？太可惜了，我的老天爷呀！整体的一个外观展示到大家的眼前了。这款是建五的一个高端产品。黄金颜色的一个大标大 logo， 非常显得高端，对不对？唯一可惜的就是刚才我们上面说的这个一个小磕碰，底下这个有一点，其实啊也不算什么，毕竟三十多年了嘛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们先听一下外接手机电脑的声音，播放音量大小，底下的俩喇叭，近距离感受一下。漂亮。平谱跳动。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，谁能预计后果，谁没有一些旧恨心魔。如果说你喜欢这款建五，请给我们点个赞，点个红心好吗？谢谢。